为什么要分手？非要分手吗？谈了3年的女朋友今天跟我说了分手，她说她不想每天挤地铁上班了，她说她喜欢上了一个开轿车的男人，她说我什么也给不了她。可以不分手吗？我舍不得。我怕我醒来就抱不到你，谁能给我麻木的酒醒着醉。喂，老板，出来。好。永远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放弃自尊。没用的东西就应该丢掉。老板，老板，现在抖音里面好多小姐姐说想要嫁给你。是吗？那给每个小姐姐发10万块钱彩礼吧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爸，我过年能不能不准再来加班？不是的，老板，如果我过年不回家，我爸妈会伤心的。一张回家，一张加班，自己选。回家，老板，我抽到了回家，哎，老板，我抽到了回家，加班你们自己留吧。过年别让我看见你。老板，这是我今年负责的项目，这是今年的用户增长数据，还有这是我今年拉回来的单。所以呢？所以工资。阿尼，哎，过来。嗯。把妈妈工资明年涨5000。哎，好。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。怎么还不下班？老板，我要留下来加班。加什么班？我会加什么？可是客户的方案还需要改。给我。又除了我，没有人能让你改方案。这是全抖音最酷的老板，但有好多小姐姐私信我说想要嫁给老板。听说我们的老板很多金，那我现在帮人去探探底呀。老板，你停车位多少钱？我资产1亿，滚。老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音乐家聂友的生日，是贝友获得电话专利的日子，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的日子。所以呢？所以这么重要日子没人约我，我打算留下来加班。是我人设太简单，被你轻易看穿，其实真相不难看。把我带过来，还有十分钟。是我太过悲观，房间太放得不安。还过来，过来，这么意思又输。我就说你今年运气差了，我年会走霉运的，老板。干嘛？今年毛毛要走霉运啊，离他远一点。你才走霉运。老板，老板，拿出你手机的那个摇骰子，我们一起来玩。不就不信了我那么倒霉。老板准备好了吗？我摇了啊，来3、2、1，看看看，
老板运气也不是很好嘛。让蜡烛代替所有灯，让音乐代替话语声，此生无声胜有声。老板，我今天肚子疼，我想请个假。哦，我今天吃坏了肚子真的有点疼，能不能给我批一个假嘛？啊，老板，我真的肚子疼，没跟你开玩笑。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比迪丽热巴、杨幂、刘亦菲、周冬雨、美女就可以不批我的假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批不批我的假？批，滚。好嘞。哎，毛毛，你觉得咱们公司谁最好看？我觉得老板挺好看的。哎呀，你是喜欢老板吧？我以为你别那么大声，要是被听见可不好。毛毛，进。就怪说了不要说话。那，你最喜欢的品牌？哇，老板，这个方案你都拿下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滚，去做。哦，好嘞。等等。喜欢就应该去争取。是谁的心啊？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老板，我送你回去。那帮老家伙就知道为难你。你喝多了。哎，没事的，老板，我都24了，我可以保。我就说，我觉得你也需要被照顾。我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小孩子。小孩子怎么了？我爱过几个人，怎么还只有小孩子才能讨要一个答案。他们明明走，上车，送回家。老板，我开玩笑的，像你这样，谁愿意保护你啊？全世界都不说。哎，毛毛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没事，昨天喝多了，有点感冒。感冒了，我给你拿点感冒药。毛毛，进来。老板。吃了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喝醉。你是我员工，我有必要对你负责。得了吧，还能对我负责一辈子？你不是看得见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在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从来不知道。